了个女孩干嘛？还打晕了。这里好，这个，哎呀，哦，眼睛有问题。这个地方好，山清水秀，没问题啊，先绑住在这里先。哎呀，先绑住脚。这个也搞个好价钱。电话去，应该没人了，这里。喂，哎，水果啊，嘿嘿，哎呀，我是怕了，啊，哎呀，你别说没有老婆吗？我这就帮你找到一个了，非常年轻，而且非常漂亮。对，我跟你说啊，能找到这样的漂亮的女孩子，真是不少，不多了啊，绝对没问题，肯定有商量，啊，不不，啊，你就准备好钱。今天晚上就入洞房，没问题。下午我再去送过去给你啊。不过30万也不多，30万啊，少一分也不行。好，好，嗯，好吧，好，嘿嘿，好的，嗯，哎呀，大中午了，人没水喝了。我看应该这里没人来了吧？算了。一样的在这里，我先去买一点水喝。哎呦，哦，这边有。咦，手机忘记拿了。不行，我去拿个手机。喂，美女。哎，美女，醒醒啊！哎呀，幸好，哎呀，我找到我手机，哎呀，丢在哪里了？哎，在这里。哎呀，幸好刚才我没拿好手机，要不然啊，就被这个女的看你往哪跑。哇，这个鱼很漂亮啊！哎呀，真是，我跟你说啊，美女啊，说你真的是倒霉啊，遇上我啊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无门你偏又闯过来，哎，说你真的是倒霉。这打个电话叫水过来，喂，水哥啊，嘿嘿。哎呀，你不是说你兄弟还要老婆吗？哎，哎呀，刚给送上门的一个更漂亮，对，你快点啊！哎呀，就不多说了，你把车开过来，等下我这，哎，我就送过去，你准备好钱啊？啊好，两个我那摩托车送不过去的，你开个车过来嘛。好嘞，好嘞，我发电话给你啊。好，你们两个好呆着，嘴巴捂住先，一会儿人家醒了。喂呀，这个鬼，看你们往哪跑！哎，师傅，我到了，你放那个定位这里呢。人呢？不看见人呢？啊！
哦，快点，快点！哎呀，怎么这么久啊？哎，电话响了。喂，水哥，嘿嘿，到了吗？哎，马上出来啊！等我两分钟啊！好好好，好，好嘞，嘿嘿，妈了。算送你们出去。哎，就两个这么漂亮，我也想玩了，就是这个荒山野岭算了。哎，还是卖赚钱算了。喂，水哥来了，快点来帮忙啊！哎呦，你看漂不漂亮？哎，可以可以，推上车推上车啊！硬去啊你！哎，哎，走开走开！哎，这个，这个，哎，那个漂亮过这个吗？两个都一样漂亮。哎，你看，哇，麻了麻了，我都给你准备好，好好好，一分也不会少你的。我把袋子都给你拿了。我跟你说啊。下次再要的话就联直接联系我啊。姐，刚才路过那里有点迷路，有点难走啊，我技术不怎么好啊，你帮我开下车好吗？哎呦，前面确实也是山里的，技术不行啊。哎，有点难走啊，我技术没问题。我还有一个要求。什么？你说？哎呀，你看我把你人送到这里啊，我再出去的话就是。不要安全，这家伙一万块。快一点啊，你请你吃饭，等一下请你吃饭的了。好，上车，那我来开车啊。啊，好。他那个气。什么地方啊？人贩子啊！我们被抓起来了，你是他背过来的，你是晕了，他背你过来绑在这里的。现在睡着了，我也想个办法把他引开。嘘，嘘嘘嘘，我等一下回来救你。什么情况啊？完了完了，不见了一个，肯定是跑到这边了。你跑不掉了，我要跑。出来，怎么出来？跑不掉了，怎么办？哎呀，这完了，老板要救两个。跑了一个，这个荒山野岭上哪里去找啊？不行，我去把那个看了，把上那个跑了更麻烦。走回去。快点快点。
这里都是大山大岭的，也不动，跑跑跑，快点跑！跑什么？他挡一下出去，看不见我，那肯定回头的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跑快一点。跑快的问题是我们这里人不熟，地也不熟，不知道哪里有路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不行，我们得想个办法，想个办法先。我先想个办法把他制服了。制服我们打得过他吗？我们要袭击才行啊，肯定打不过他，那么大块的后袭。完了完了，怎么跟老板交代啊？晕了，真的是晕了。先保重，先保重。来来来，把它捆到，捆到先，免得等他醒了，我们也不够他打，那可就完了。我们不知道哪条路能下山的，我们必须叫醒他，叫他带啥的，对，说一下那个路怎么走。喂，醒醒了，干嘛把我绑起来？别乱动啊。啊，真乱动的话我有一棍打下去了，跟你说。我跟你们讲，你识相了，把我放了，免得你们等一下受皮咬之苦。我的老板已经来，在来的路上啊，你们是跑不掉的。跑不掉，跑不掉我们也跑。我跟你说，现在你是被我们制服了，老老实实说哪条路可以下山。我说你这个臭女人，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？你既然你系挣脱绳子你不跑啊，现在你乖乖的给老子放了，继续绑回去，我还会饶过你一命。要不然等一下我那些老板兄弟回来了，你要想跑那就晚了。我们肯定不会乱跑的，万一我们出去撞到你们那些同伙啊，那我们不是自投罗网吗？啊，收不收？收不收？从哪里下山？就算你打我打了打残了我也不说。不说吗？还嘴硬是吗？不说是吗？算不算？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违法的啊？犯了法了，知不知道？买卖养狗是犯法的，你给我起来！我说你这个臭婆娘，你不要在我面前说什么狗屁法律没用。我在我们眼里，只认钱不认法律。再说了，在这一带，我们就是天王，我们就是王法。再说我老板他们是有后台的，就算今天你把我打残了，送去警察局，明天我们就出来了，到那个时候我一定把你们全家也干了。哎呀，还想恐吓我，现在还执迷不悟，就因为那点钱你们啊知法犯法买卖人口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这种人就应该遭五雷轰顶。要钱你们不会堂堂正正去赚吗？不说啊，让你不说，不说我把你手也给打断了。有多少家庭因为你们这种人支离破碎的？你说。我告诉你，只要我们弄到钱，我管不了别人，我管他机灵不机灵啊，破不破碎的，关我们什么事？打到他服为止。别打了，再打就出事了啊！你也知道出人命啊？别打了，你们是丑命。视人命如草，你们现在还剩人命啊？实现了赶紧说。别打了，我老板就从前门进来了，你们从后门走，后门有一条路通往后山的。啊，你带我们去。是。
顺便送他去派出所。你先去看一下，是不是后门有路，打算我们叫他跟我们一起走？不要，免得他骗我们。不要不要。你老爸老妈养你这么大没教会你怎么做人，那我今天把你逮警察去，让他们教教你怎么做人。不要不要，美女，求求你们，怕人不计较人过，放我一马，放我一马。后面是有一条路，放了你。不知道他是不是骗我们的，你带他让他走在前面啊。行，我们不可能放你，放了你等于放虎归山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你那是老板兄弟的衣柜里端了，起来去警察局。不要啊，他们不要啊，我不去。不去也得去。我不去。既然你们敢触犯法律，那就承担起他的后果。走，不去，去，我不去，我不去。躺这里啊，这么痛，怎么回事？哦，好像刚刚有人打了我。人打你？哎，我老婆呢？前面我就看见了两个人。刚刚我老婆在这里摘辣椒呢。会不会是遇到坏人呢？哦，果然是啊，我还被打了。赶紧的，你姐姐追。好。嘿，那个是我老婆啊，怎么被绑住了？那个就是你老婆啊。啊，来，我们现在不明情况，先跟着。看清楚情况再说。好，过去。放手！我跟你讲，不要再纠缠，老老实实的跟我去，免得挡爷上受皮肉之苦。走！我不去啊！快点！啊，我不去！快点！不要再纠缠了吧？阿水，要不要老婆啊？要啊要啊！快点！来了！哎，我跟你说，你看这个。标不标准？标准。威武力固，威力固。小蛮腰，小长腿，前凸后翘，绝对是一个好生养的。啊，最主要能给我生一儿半女就可以。肯定没问题了。我们现在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这里80000呢？我们现在交易完毕，从今天开始。你不认识我，我也不认识你。以后出了什么事情，我就不负责了啊！你拉回去把他生米煮成熟饭。我不去，我不放。老婆，老婆，牵我老婆！哎，你干嘛？啊？我干嘛？光天化日，你们竟然敢明目张胆的交易，买卖人口是犯法的。你哪只眼睛看见我交易了？哪只眼睛看见我犯法了？我两只眼睛都看见了。按你这么说，你是不是有意来唐做团还水的啊？有意来搅王大爷的事情了啊？我搅王的事情，我身为这个村的保安，我就要保卫一方平安，我不能让你们做这个为非作歹之事。真的就太好笑了，你一个小小的保安，你不去看大门啊，还说要保卫这一方平安，你有那个实力吗？有这个能耐吗？你这种人贩子啊，心狠手辣，拆散了多少家庭？我不怕告诉你，我就是人贩子，我就专门卖那些妇女的。我现在给你3秒钟时间，马上从我面前消失，我就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。要不然，等一下你长得这么漂亮，我把你也干了，卖去大山那些老头子。我劝你放下屠刀，回头是岸，赶紧的去自首吧。还放下屠刀，回头是岸，你要管这混钱就是吗？要看你有没有这样实力。我跟你说，现在是你先动的手啊！等下你别怪我对你小三不留情。那好，那你有本事就放马过来，我今天不把你撂倒在这里，我还在这里白混了几十年。哦，哎呀，原来真是有两杆是吗？哎哎哎，被人发现，我不要了。哎呀，干什么？你把那个钱还给我。这个老婆我不要了。哎，你们要打的话，去远一点。你们把天打塌了，我也不管。不要在我门口打啊！我不管了啊！我说你这个保安，把我的事搅完了。今天我就要你知道，多管闲事的下场是怎么样子的。
哎呀，原来你是真的是有两下子的，不然你不敢这么猖狂对我面前这么豪横，为非作歹还捉到我们川来，你真是胆大包天啊！哼，胆大包天，你知道人贩子水有多深吗？啊，随随便便卖一个女孩子就赚几十万，你一个保安才一个月多少钱呢？啊，你别管我一个月多少钱，但是我绝不像你们这种人做为非作歹，就是为了一点钱你们就知法犯法，罪加一等。够了，不要在我面前谈到都是没用的狗屁法律，我在我心目中搞到钱就是大爷，没钱就是狗屁不如，我今天就把你撂倒。像你们这种人贩子啊，心狠手辣，肆意妄为，我今天我就要为民除害。好，我看你多少本事。我看你有多少本事，尽管拿出来！服不服？别打了，别打了！保安，一定要抓住他！像他这种人贩子，我肯定不会放过他，法律也不会放过他。美女，你这么能打，你放过我一次，我把这个门卖给那个阿水。我把那个钱全部给你，不要放过他，不要放过他。你现在还想跟我说放过你，还想贿赂我吗？我不跟你，我不会跟你同流合污的。你触犯了法律，你就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。你现在跟我去警察局，有什么话你就跟警官说。够了，啊！你打也打了，威风也出了啊，你就不能睁一只眼闭一眼放我走吗？我跟你说，只要你放我走，以后你需要我的地方，尽管出声，我会为你杀刀山，杀我海，一定帮你办成。现在还不知道悔改是吗？保安，千万不要放他走，放他走，他会再去祸害别人的。对，我不能放虎归山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我跟你讲，你一个保安，你能打得了千千万万个我吗？啊！我跟你说，我今天栽在你手里，我认栽。但是你要记住，今天你把我弄进去了，我后面的那些兄弟知道一定把你全家干掉。等我出来地狱，就是你们的末日。还知道恐吓人是吗？啊，你那时候做兄弟也会一锅端。像你这种人贩子，走，去警察局。哎呀，我不去，走啊，走啊，走啊！干嘛，老妹？哎，快点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快点！哎，快点啊！放开我！救命啊！放开我！快点，兄弟！我妹妹被抓走了，怎么办？打电话。喂，保安啊，我妹妹刚刚在家门口被两个男的抓走了，开着一个摩托车了。是要往村口去了，你一定要帮我拦截住啊！好好好，好，我赶过去。小月怎么回事这么吵？哎呦，村长你来得正好啊！我妹妹刚在这里被两个男的抓走了。那你报警没有？我刚通知保安，还没来得及。哎呀，遇到这种事先报警啊！赶紧上车报警，我带你去追。快点快点！队长，赶紧停车！快点快点！上来。让车，我跟你说，只要我们出了这个村就安全了。啊，对对，但凡追到我们就荣华富贵。是是，快上车。你是我社长，配合一下我们警察。啊，老板你好。干嘛啊，保安？老板，请配合一下我们警察。近段时间我们村里面总是丢失一点小东西，所以我们村长就让我在这里设卡，所有通过车辆都要配合一下检查。那我说你这个保安，你没看见我百万豪车吗？啊，是那个保安能检查的吗？哎，老板你说的是什么话，请配合一下，这也是我的职责所在是吧？你的职责，你又不是警察，你为什么要查我的车？你凭什么？
我不凭什么，这是我们村里面的村长安排的。你看你这也是外地的车辆，就配合一下，你理解一下我也要。理解那谁理解我？我跟你说，我老婆现在病倒了，我赶紧送去医院了。你快点让开，等一下你担过了那个病情，你能负责得起吗？我是负责不起，但是我们检查也就几分钟的事情，很快的，也耽误不了你什么时间。什么耽误不了？一分钟啊，争分夺秒抢救啊，你不懂啊？大哥，啊、你看手术病得那么严重，耽搁不了了，一秒钟也耽搁不 了。看到没有？你看看，哎呀，你个脸都变青了。这是你老婆啊？对呀、啊，我老婆突然晕倒了，我们现在赶时间送去医院。你就走吧，让我们过。你们从哪里过来的呀？我从国碧村那边过来的。国碧村的、啊，就这么的不巧，就刚刚我们村民打电话来报说，他妹妹被两个坏人给抓走了，就刚好你的老婆又昏迷不醒。你们村来人贩子了？是啊。哎呀，你就行行好吧，反正我还赶时间。拿几百块去喝茶。干什么？你这是侮辱我啊！不是侮辱你，我是看你这个保安风吹雨打的，这里也不容易，是不是？拿几百块去喝茶。这是我的职责所在，你不要拿钱来侮辱我。大哥，不要跟他啰嗦了，我赶紧过去。我们就是人贩子，那个女孩就是我们在里面抢的。对呀、啊，实现了，马上跟果战。你们这么嚣张，这么猖狂，现在法治社会了，你们识相了，把女孩给放了，你们去投案自首。投案自首，我让你来这里，大哥开车，你要放到这边去、我让你自首。不要打，别打，打你，我让你自首。准备一点，放开我，准备一点。不能走，我告诉你，不能，把他打倒，打死是不是？打死是不是？不能走！停车！停车！保安怎么回事啊？哎呦妈呀！村长，你们可算来了！刚刚那个黑色的小车的床卡了，他已经承认了，是人贩子在说女孩子是他抓的，还拿钱打我，侮辱我，还打我。确认的是小月的妹妹是吧？是我妹妹啊！我不怎么确认是不是你妹妹，但是我是刚过来才几天，村里面的人我都不熟悉，就是刚刚。闯出去那个黑色的小车啊！对对对！哎呀，怎么办啊，村长？我妹妹被他们抓走了，怎么办？你怎么样？赶紧停！这个人贩子太猖狂了，大白天还敢闯岗！喂，对，我刚刚报的警，什么？抓到坏人了？啊，抓到坏人了！好啊，好的好的，我马上过去确认一下。好的好的。谢谢，你妹妹没事了啊！对对对，那怪人总算是漏网了。保安，我知道你也尽心尽责了，就辛苦你了。我先跟他去指证一个女人啊！好，谢谢你，村长体谅。快快快！嘿，你不好好的走路踢我干嘛？啊，对不起了，保安，我老婆这里有问题的，我们现在准备送她去医院。这几个人奇奇怪怪的，真的是。不，这个事我告诉你，别再吃什么幺蛾子，别指望人来救你，再是给我惹麻烦，把你公子打去，跟着走。求求你们放过我吧！站住！哎，我说你这个保安呢、啊？刚才我不是向你道个歉了吗？救命！道歉？你道歉就完事了吗？识相把这女孩给我放了。哎呀，她是我老婆，这里有问题的，我们现在又送她去医院呢、啊。还你老婆，不要再狡辩了！我告诉你，识相的话，把她放了，你们去投案自首，可以减轻你们的罪行。哎呦，还有糖啊，糖这个他就跑了！救我！他们两个不是什么好人，他们是人贩子的。我知道了，刚刚你的手势我看懂了。现在可是法治的社会，他俩是逃脱不了那个法律的责任。既然你知道了，我们也不装了。对。我们就是人贩子，每天就在刀口上舔血，过得活，你马上滚蛋！就是，还滚蛋，还给你机会不珍惜是吧？那行，等一下我就把你们往大牢里面去送。我操你个母蟹！你管闲事，那叫凭实力。你知道我大哥在这里，同一个屌，地震的是5.8级，就你，我呸！大哥是吧？嚣张是吧？还嘴硬是吧？这么执迷不悟，那行，你们等一下不要后悔。嘿嘿，后悔，啰嗦那么多，直接把他干掉。那个说，还
相信我。大哥，大哥没事吧？哎呀，我让你们俩通通都有事。哎呀，妈的，我今天不把他撂倒，我就白在这里混了。对，休息一下。大哥加油！妈的，敢打我大哥！你活得不耐烦是吧？你俩才活得不耐烦了，这么嚣张，这么猖狂，目无王法，藐视法律，我呸！跟我们说法律，我大哥就是法律。今天你把我大哥打了，我让你付出那个惨重的代价。还惨重的代价，你们今天谁也跑不了，告诉你们，呸！兄弟，咱们不说那么多，对，把他干掉再说。咱们全都说话。我看你拳头有多硬，给我起来！妈呀，你长能耐了是吧？老子堂堂气势男人，还练不到你这个死神吧？还嚣张吗？还要不要目无王法藐视法律啊？快点把我兄弟放了！放了你们？不可能的，我告诉你们。保安，你一个小小的保安，我跟你讲，那个女孩我们不要了。走，兄弟，我们走。哎，都回来，不要就完事了吗？那你还要怎样？我还要怎样？今天你们必须要为你们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我跟你说，臭保安，你别不识抬举。今天你挡我大哥财路，坏我大哥好事啊！我们都不跟你一般见识了，你不别得理不饶人。我还挡你财路了是吧？我这不是得理不饶人，我今天要替天行道，为民除害，要铲除你们这些祸害、毒瘤、人渣。因为有你们这些祸害，搞得这个社会乌烟瘴气的，你们不知道害了多少家庭支离破碎、以泪洗脸的，今天我就要将你们绳之以法，送你们去吃牢饭。对，不能放过他们，保安，他们太猖狂了。你知道我们人贩子是有多深吗？我们把这个女孩子卖到大山里面，80万，我们给你60万，你就睁一眼闭一眼，放我们走吧。对呀、啊，放你们走是吧？想要我跟你们同流合污呢？那是不可能的，我告诉你。这不是同流合污，这是共赢。对。一个保安干一年，你赚不了多少钱呢？你拿了60万就可以享尽荣华富贵了，就不用那么辛苦了。闭嘴！还共赢是吧？我要钱，我也是堂堂正正的，靠我自己双手努力的去挣钱。我挣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干净净的，不像你们这些为非作歹、专干这些危害社会不法之事，赚的都是黑心钱。你们今天必须要受到法律的制裁。别废话，别油嘴滑舌的，够了。够了，别给我啰嗦！我告诉你，有什么话你就留着跟法官说。我跟你拼了！这、啊，哎呦，大哥，你咋们呆了？起来，把手举起来，去派出所去吃牢饭去！不要不要！不要不要！多少天了？一点业绩都没搞到。你放了我吧。放了你，你现在马上打电话，弄点钱来。我家里有穷人，我家都没钱，我才来出来打工的，大哥。不开窍是吗？打！不要不要不要！打不打电话？有没有钱？我的脚，不打电话。今天搞不到钱，绝对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我打，想清楚了没有？我打。你继续说，座机号码哪个是？你要想清楚啊。最上面的那一个。说话小心一点。没通。没通。不要大哥，不要啊！不要啊！不要啊！现在我们再给你一个机会，如果你
还不打通电话，再不叫人拿钱来，兄弟，你就把他扔到后山那边，喂那些野狼。带，我跟你说，我们没有耐心，没有时间跟你在这里耗，再搞不到钱，直接拖住，喂狗。哪个？滑下来，我滑下来，那个。相信祖先。哪个？那个大姐，大姐，大姐是吧？你最好想清楚怎么说，要不然等一下把那只脚我们也打断了。喂，啊，大姐，是我啊，兰青啊。哎，我现在想跟朋友和我创业，想要10万块，你能不能借我一点？我知道会上他读大学，我这不是没办法吗？就2万呢、啊。2万就2万吧，你想想其他办法，再帮我凑个10万好不好？啊，好，就2万。给他银子钱去、啊。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废物，2万块钱，你打发乞丐呢？啊，耗了我们兄弟几天的时间了啊，就搞2万块钱。不过我们塞牙缝、不要给我撞、现在想清楚了没有？既然他们没钱，也就骗一个你们那些姐妹也好，闺蜜也好，叫你们过来。我不能确定他一定会过来的。想办法，不要给我讲什么不确定的因素，自己脑袋想办法。那我是不是叫他过来了，你们就帮我回家啊？对，你叫一个人过来替换你，你就可以走了，你就可以自由自在了。好，想清楚一点。滑下来。一定要漂亮、年轻，而且家里又有钱的。那个小青，小青那个。小青呢？啊。识相一点，说一点好话，哄他过来。喂，小青，是我啊，梁琴呐、啊。你前段时间不是找工作吗？我现在找到了一份工作，特别好。我们这里还招人，3万块钱一个月，时间要短，就5个小时一天。啊，好好好，等一下我发定位给你，你就坐那个定位坐车过来就好了哈，马上过来哈。啊，好的好的，快点啦。他说他什么时候过来？他说他马上买车票过来。大哥，你们是不是现在可以放了我了？先让他过来，我们确认一下他有没有利用价值。如果没有，你一定不会逃得过我们的掌心，一样把你放在后山那边养那些野，喂那些野狼。大哥，你能不能先放我回家呀？啊！你在跟我们讨价还价吗？啊！哪有你那么多废话的？我闭嘴。怎么这么久啊？啊！嘿，兄弟，电话响了。是谁打来的？是不是这个？这是我朋友，你接。你说。喂，青啊，我先上班忙着呢。哦，你到了是吗？哦，我叫我那个同事去接你。啊，好好好，他马上过去啊。好嘞，他到了。我先去接，你看好了啊。怎么那么久啊？哎，美女，请问一下你是不是叫小青？对呀、啊，我是梁琴的上司。哦，你看到没有？我看到了。啊，他上班没空，叫你来接是吧？走，这边。行，这边是吧？来，我拿这个。谢谢啊。来，干嘛呀？
拿那个绳子来绑住再说。对不起啊，小姐，对不起，等一下，快过来，干嘛呀？老实一点，放了我干嘛呀？我没干。闭嘴！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这不是没办法吗？没办法，你也不能出卖我啊！他们说叫你过来就放我回家了。那你闭嘴！现在没你的事情了。我叫你们过来是让你们叙旧了吗？废话怎么那么多？给老子搞钱！谁像他马上打电话，叫你家人送钱来。给钱，我家里没有钱。给你点教训他。啊！我不要打了，打了！你这条狗人要不要啊？要。有没有钱？我要。打电话。你家的号码，这个打不通，不通啊！打，先等一等，连锁他的悄悄，拿武器过来。那是不可能的，你叫个废物过来浪费我们的时间。兄弟，这不是年轻漂亮的吗？你们要我们也耗了那么久时间，不跟他们耗了，我们先带他去总部培训培训。对，拉去培训，明天明天搞不到钱，两个都拉去喂狼。走，别别走，放了，不要啊，走，你不能也给我放我回家。不要废话，走，快点！别动！你干什么你？什么？大姐，把这钱拿出来。你勒我那么紧，我怎么拿？你放松点，我拿给你。快点！大白天的还来抢劫啊？哎呀，你这个死三八，屌啊！你既敢讲偷袭我！快点识相的把值钱的东西拿出来，要不要等下我打了你满地找牙。现在都什么社会了，你还学什么打劫啊？你以为你是以前的做土匪啊？我不管什么社会，如果我不在这一带打劫，我饭都没人吃了。有手有脚的你不去好好干活还打劫，滚滚！我不怕告诉你，我就是专门打劫的，像我这种人这辈子进城打工是不可能的。那你知不知道你打劫是犯法的，违法的？犯法？法律值几个钱啊？我不懂那些，只要能弄到钱就是大爷，没钱就是小弟。想要钱是吗？钱我这里大把的事，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拿。我跟你讲，识相的赶紧把这个包扔给我，要不然我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界。想要钱可以把我打赢了，钱给你，人也给你。真的吗？打赢了，钱给我，人也跟我，是不是？对。好，我现在还缺一个老婆，今天真的是双丰收，钱也弄到手，老婆也有了。嘿，老天真的是开眼了。那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拿。那好，看好了。想要我的钱啊？你把那钱大风刮来的吗？我也是辛辛苦苦赚来的。哎呀，看不出来你这个死三八还有两下子啊！我今天我要教教你怎么做人。我不用你教我做人，我只要弄到钱，把你抓回去做老婆就可以了。我今天我就泼出去了，死三八的。刚才我是看你是个女流的，这么漂亮，不忍心杀，狠手。来吧，钱在这里，有本事自己过来拿。好，看着好了哈。就这点本事还出来打劫啊？三毛，不要打劫啊！不要！哎呀，你把老娘的钱是打风刮来的啊？就你那点本事，做我小弟你都不配！我就不信打不倒你！啊啊啊啊！还要不要钱？啊？服不服？不服！有种你就把我放了，我今天我不打你，把你打倒，我就不信了。行，
个时候不要说我不给你机会啊！今天我就拼了！还要不要？还要不要？还要不打劫？要不要钱？嗯，来，起来呀！你不是有本事吗？嗯，在这里，服不服？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。既然大白天的啊，跑出来打劫，哎呀，目无王法，挑衅法律。妹妹，我知道错了，反正你那个钱我也没钱了，人我也不要了，你就放过我吧，我走了。哎，想走走不了了，刚才给了机会你。现在你必须跟我去警察局。不要去吧，你武功这么厉害，要不然这样子吧，我赚点小弟，我每天出去打劫养家糊口，你就在家里待着，我赚钱回来给你花，你就负责在家里养蒙昧如花就可以了。像你这种为非作歹之徒还想贿赂我啊，像你这种人啊就不配做我小弟。你现在有什么话你别跟我说，等着跟你爸爸过去说，走去。我不去。你不去是吗？不去是吗？不去得去啊，不去，我就不去，走。